情对我哋好大影响啊！本来我哋系做酒楼啊，而家冇得做。譬如有心人士再派多啲口罩，就会再好啲啦，系咪啊？唉，咁梗系啦。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超。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再造福一起去派发一些口罩啦清洁用品给我们的清洁工友。今天是我第二次去跟他们参与这个活动啦。我觉得清洁工友是最深的一层去接触一些我们认为是污糟的东西，例如垃圾啊，甚至可能是我们用完的口罩。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最容易感染的会是他们啦，可以跟他们打气啊加油，其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覺得造福這個 concept 呢其實是每個人都應該要去做的。平時我們如果由自己開始，就真的麻煩各位開始分類啦，將垃圾將垃圾交給工友的時候，不會是一團糟啊滴水啊去移交給他們去接手咯。第二就是我們不可以有任何歧視的眼光，因為其實有時我們會見到這些工友拖著車在街上走過，即可能有時我都會見到啲人可能會閃一閃啊，避一避。咁其實即 we are all human， 咁佢哋只不過係喺工作裏面做緊佢哋應該要做嘅嘢。咁其實可以有多啲關心咯。即甚至有時你會見到好多清潔工友咧比較年長啲啊，即彎住腰啊，咁去推嗰個垃圾嘅時候，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其實都可以幫佢一把去推過嗰個斜路咯。即人生喺呢個社會上就會更加有愛，我哋就可以造福到大家。